就让我喝的茶。啊，对，慕言，你先不给你看品，你先尝尝。茶汤橙黄，陈皮果香为主。嗯，哦，白茶清香为辅，挺好，真是不错，是今天甜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新到的陈皮白茶。茶香翻滚，终于要上了啊！口感确实可以啊。哎，慕言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这个牌子，我再好好跟你说说。南区不是老说我们什么茶叶口感不好，要不就说我们价格卖得太贵了。是。但是我们这次除了交朋友，自营的品牌。朋友们自营品牌。对，茶香翻滚。然后我们本来是有自己供应链的嘛，对，就本来就有优势，而且选料都是真材实料，真年份的，然后真核心产地的，然后品质非常好，绝对没问题。是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想让大家喝到就是有茶香的一个好茶。然后咱们这个是陈皮是。广东新会四大核心产区的产区之一是那个茶坑村，茶坑村，对，而且它的寿眉白茶是那个福鼎核心产区的呢，这个是五年的陈皮白茶，是吧？确实啊，现在很多这个小青柑都说是新会核心产区，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核心产区啊，新会啊也是分三六九等的，茶坑村就是正宗核心的产区之一，在新会这个黄金生长带上是核心中的这个，好不好？咱们自营，它终于出了格呀，价格呢别给我整个虚的。OK， 比较评价，我觉得 OK， 然后不需要砍了，不送点啥也不是咱的风格，给点啥再。这个咱不之前卖爆的，但是这磁弹杯145，有点贵啊，快赶上他自己卖了，主这磁弹杯，再加个礼袋，咱们都自己人是吧？能做主上。